讲的第四期。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陈丹青和刘晓东两位老师来为我们做温敏讲坛。整个讲坛呢，我们将持续大约两个小时，即将会以对话的方式来进行。在这个讲坛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播放刘晓东老师最新的画作以及一部《古巴一家人》的纪录片。那整个讲坛我们会让会有请陈丹青老师来为我们做嘉宾主持，来谈一谈他和这个刘晓东老师在这个画作方面的一些感想和体会。那下面就让我们有请陈丹青和刘晓东老师来开展我们的第四期温敏讲坛，有请。上过课，你忘记了啊？那我仔细一想，有这件事情。我1980年毕业，那么刘晓东正好1979年，还是80年？他是80年进入中央美院附中，17岁。我那年是27岁。我给他们去也谈不上讲课了，因为我当时也是个青年教员，系里面跑腿啊，因为画点速写当知青嘛。老师就叫过去说给底下这些孩子讲讲速写，说现在的孩子不愿意画速写。我就好像去过那么一下，他大概就在下面，我当然忘记了啊。这样我们就开始通信，我到现在留着所有小东给我的信，字写得很大，我装在一个信套里头。那这是1990年的事情，90年离现在19年了已经。啊，那么到1992年，我当时第一次离开中国以后回到北京，我就跟晓东见面了。我当时在美院的10楼一个招待所，他从4楼上来，隔着几层楼就叫丹青，丹青在那里叫，上来我们俩就拥抱了一下，小子在这儿啊。那也是92年，离现在也有17年了啊。此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1993年，刘晓东和当时他们那几届的首席美女，而且是才女于红小姐，两个人结婚了。结婚好好不肯在北京结婚，要跑到纽约来结婚。哎，然后我们这帮朋友就陪她到纽约市政厅专门登记婚姻的地方去登记，登记完了以后呢，他就跑到马路上跳，不断的跳，因为他穿着全身的白西装白裤子，你们想象一下，非常像张学良，他是东北人啊，这个
93年我跟他一起在纽约度过，大家还记得他是63年生的，93年他正好30岁。我太太当时帮他买了个蛋糕，然后一帮朋友跟他做生日，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这一晃已经多少年了？十六年。然后一直到00年我回来，我从看到刘晓章的第一件作品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有什么好笑的吗？这个，起先我就多少还是个大哥啊，一个长一点辈分的一个美院的老学生，看到一个底下的年轻学生。可是到后来90年代中期晚期，尤其是新世纪，我看刘晓东的话，我已经觉得是望尘莫及。我觉得他不光是咱们中国现在最好的一位写实画家，我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说，在世界范围画人物啊，这个一个人或者三个人以上画在一个画布上面，画得那么好啊，那么有力量啊，我看不出还有谁目前活着的全世界画这一块的画的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所以往下请你们看看他从87、88年一直到现在，这个不断作案、持续作案的一些成果。看完以后，咱们再继续聊聊。我们本就是我们俩家里的事儿，然后传媒美谈了。但是他的一不小心的信呢，确实影响了我后半生的选择。所以年岁大的人给年轻人的教导，要下一步以后要慎重一点。虽然你看我每一段的话，每个时期的话，我都会讲起他对我的影响。所以等看完画，我们再深入的探讨一下。我对他没有影响。我问过他，你最喜欢的画家是谁？但没有我。一个是吴冠中，第二个是刘春华。就画毛主席去安远的，第三是谁我忘记，反正我再找下去好像没有我。好像也对，受我影响画不了那么好。1988年，也就是大家年轻的学生大概是那时出生的，就是多少年前。那时候的中国的艺术的背景大概还是全国美展的主体，那种主流美术占绝对优势的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出了一个陈丹青，他是画幅非常小，别人的画很大。现实主义的道路就是要深入生活，画得有血有肉，但是呢最后形成的创作呢会和现实生活有所不一样。那么那个时候陈丹青的作品呢，就是基本上按我们来说就是生活是什么样的，尽量你不要说我，你说这个，然后他这个对我们年轻学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这1988年那时候他已经跑美国去了，我大学毕业，下一张。那时候我就画得很简单的身边的朋友，那时候写生，人对人的真干，就是真的写生对着他们去画。你能关一下吗？陈丹青也就看了这幅画，才给我写的那封信。等会儿，大家认不认识画上面的人？不认识，有没有谁可以认出来？哎，等会儿，这已经会变掉了。刚才的，上一张，你是认出来还是你知道？你认出来，对，18岁的单车王小帅。哦。王小帅原来也是中央美院附中的学生，然后半当中呢他要去考电影学院，一块儿去考的还有一个谁呢，就是刘晓东。他不想画画，哥们儿咱们也去拍电影去，结果后下文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下一张那个戴大帽年轻偶像，这个中间的男主角也是王小帅。我身边认识几个朋友不停地画他。等会儿，
就这位就是后来成为这个市政厅登记结婚那个戴蓝头巾的啊，这是于洪，对，多次出现在他的画里，后来他就画的少，因为于洪不断的画他自己，所以他就省出劲儿画别人的。对，我就是看到这张，在美术杂志上看到这张，那是几几年画？89年，刘晓东是26岁，他经常带着他的女朋友回到他的东北的老家，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种墙下，为什么脸上这个样子啊？90年画一般那个现场那个科技匠，这里头有他的父亲，白头发是他的父亲，然后注意大家注意，这张画只有这个电脑这么小，原作只有那么小，人的脸跟指甲那么大。有一根香肠看到吗？那个跟那个《纽约手记》那本书一样的。这张画很大，这张画很大。最近我还在荷兰看到这张画。就是画到那儿的时候，因为开始我是用写生开始，后来也就是说越往后画，参与了很多照片，这样陈老师就开始在心中提醒我，就是你的一个艺术家的野心也可能会超越应有的界限。你说绘画它很多是有它的界限，你这个野心一过了，可能他那个好的东西没有，他很喜欢我写生的那种，那真是写生，他一骂我就画了一张写生，已经有阴影。但是我觉得我还在不停的拓展，因为年轻真的有野心，而且仅仅画写生的话，你没有社会影响不行。这也是一个画家，叫夏欣，也是他的同学。一起画画，对，画一些很暧昧的场面，一个裸女跟一条狗一起在床上，这些画得非常精细，很有才华的一个画家。这是东北人结婚的场面。地下乐队，崔健，这93年在他的工作室画，对，在美国画，不花钱。他在纽约住在哪儿呢？住在就是艾薇薇，大家知道啊，徐冰大家知道啊，艾薇薇和徐冰曾经轮流租那个东格林威治村第6间、第7街的一个公寓，半地下室，哎，然后很多大陆去的画家都在那儿画，住过，那个地方，如果在，我不知道在座同学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很有名的连续剧叫《北京人在纽约》，看过没有？啊，这里面很多场景就在这个地下室拍的，啊，那刘晓东有一段时间也住在那个地方，啊，觉得有点无聊，到底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这个新婚燕尔，这个你就开始厌烦了，然后就躺在浴缸里头，就躺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地点浴缸里头，对于刚才那段话。还有穿裸体，他没有打出来，他的底下的毛啊什么都有。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从95年开始，再往回走一走。再往回走走，这是94年的啊，大家知道93年他在美国，然后94年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给我打个长途电话，说孩子生下来了，压住片子，马上这种东北人重男轻女的我就出来了，我也是压住片子。大家注意，在94年以前一直上推到1988年，他画的是
所有人几乎都是他周围的人，他的女朋友、他的同学、他的父亲，他周围的这些一块混的人啊，有名有姓的。然后到1994年以后，渐渐的，他的话里就开始出现他不认识的人，别人。哲学的说法叫他者啊，他开始画别人，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啊。虽然这个变化我不指出，大家也许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他一定不认识这个瞎子啊。这张画叫白胖子巨大，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对。这个呢，就它就是两者之间，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儿子》，张元拍的，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张元拍了一个家庭，以这个家庭的这个父亲可能神经有点问题，那个全家跟他相处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个男孩和这个男孩是这对夫妇的儿子，然后他们真实出演了这部电影。啊，然后小东跟电影一直有纠缠的关系，像王小帅是他的同学，张元又是他老哥们，所以他经常跟剧组在一块儿，他就画了这么四个演员和四个角色。电脑里的戏，这个是小东一系列民工、农民工系列的比较重要的一张，就好，等会儿，这就是他在那个阶段比较有意思的一张画。这两个孩子在那儿烧一个耗子，活的烧，这个耗子不知道后来逃走了。这是我编的。啊，这是你编的。因为在记忆里好像看过人家烧一团火，那火在跑。我一想，可能只有烧耗子才能够有这种场面，但是不是很清楚，我也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里看。然后我就画了，但是人都是真实的。对，重要的不是在烧耗子，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在看这个耗子。他对吃饭特别有兴趣，对饭桌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总是会给他领带。吃饭有点像画纪录，人也不敢动，桌子一片狼藉，不像个物品。好酒量，那你们有谁喜欢斗酒的，找时候跟他对一下，让他酒量好。打架就别跟他打了，稳准狠啊！懂武功，有没有同学会打架的？这个还可以试试看。他现在没有那么有力量，但30多岁时候就可能力量更大。现在玩智力，不玩体力。等会儿再翻回去。这个场面有点暧昧，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没有很明白，其实是这个是北京郊区某一个地方，有人从水里打捞上来一个人，大家在那儿看啊。对，就这个人底下不是水，还一滩水还是从水里搭上来的人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所以就画。我那天也正好是拿个小画布，想去郊区画画风景。突然前面一堵车，下来看这种场面，我就下来就画了一张，现场画了一张很小的先生。然后这儿有3个人在看，3个脑袋。因为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随时可以看到无所事事的人在那儿看，不知道为什么待在那儿啊。我小时候也经常这样，在一个出事的地点，谁都越走了还坐在那儿。对，这就一车走路，三环路，一车走。这也是王小帅那个执行人家的车，我都在现场瞎玩瞎拍照片回去，自己画了一张。
因为我当时那墙角想留出一个缝，让他把那便宜的做广告写给我。后来他没必要。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经常这些啊，一级英雄或者是十七级战车，给他想好了，他没用。他画的他指的越来越远了，他画到蛇颈部位置。这样的河反正咱们周围有是啊，中山路啊，这个白柔是在地里的美。那么这个参与了很多照片的时候，基本上到2006年算一个段落，然后往下走。到2003年，我又重新开始投入更多的力量深化现场。这等于在台湾画的台湾小孩。我去那里讲学，但我发现那里的教育体制跟美国一样，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种写实的东西，如何在短时间内叫他们理解？我就用个图办法，就是以身作则，我就画他们，他们看就行。稍微慢一点让我看看，我没看过这些画。他现在已经不太给我看画
画完以后就是一边大陆一边台湾的兵给它放在一块儿。现在这些画在哪里？画我倒来倒去，这些手法也不知道，被资本给消化掉。2003年画和2004年各画了一张张水田的三峡和张水梦的三峡。你们注意啊，这两张画它的大致还是根据各种各样的照片盖出来的。他当时已经注意到三峡这个主题。从这段话开始，他就有个很庞大的计划。你们看他站在路上，下一张照片，这是给他做模特的民工。你看他就是在这么大的路上站在上面画，是人腰弯下去画，不是画面在面前，是在脚下。等会儿，再回到刚才。大家有没有看过《三峡好人》？啊，这个是《三峡好人》的主角贾樟柯的舅舅。弟弟哦，是吧？那现在这个但是弟弟那这个就是啊，刚刚你们可以，如果有画画的同学可以赶紧学，这个一开始是这个样子。在座有多少画画的同学？我刚才看到两位清美来的同学，还有没有其他画画的？很多啊，对，你们应该知道，就是拿着这么大的一块布，当场下午1点钟画到5点钟，这个活儿非常非常厉害。那时候我一直那个护腰很开心，但是相当累。然后这张画我拿到工作室以后，我突然因为在阳光下那种很炙热的下画，还是八张画，拿到工作室一立起来，我本来啊有好多空白，想回工作室再补一补。后来一拿进以后，一调那颜色就不对了，它那个气息不对，那个野外主义，那个晕晕乎乎的那种僵的感觉，都是你工作室没法想象的和完成。在这个自然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什么都加不进去，也是画难了太累了，就画一个音乐到泰国办那夜总会的小姑娘。他们晚上去工作，所以下午呢到晚上几乎就睡觉。我就方便没关系吧，在北大放这个没关系吧。这个当时画完就展出了，墙上贴的就在三峡画的男民工。然后问这些女孩说画的怎么样，女孩说你为什么把我画的都是不高兴的样子。我突然想起来，真是人家活得特高兴，而写生是有局限的，面对这个人画，你不能老让他笑，他笑他待会儿就僵了，他待着只能或者睡觉或者发呆。这个写生跟照片也是很难碰到一块去。2006年在西北京画廊把照片画在墙上，5个女孩画在墙上，5个男孩画在柱子上，然后中间用多米诺连接起来。这个地方啊，就是明代的粮仓，前不久一直属于一个画廊叫新北京，在。
在新保利的后面，现在这个画廊关闭了。刘晓东在2006年，做了一件挺疯狂的事情，因为晓东在那个时候在市场上的价位已经挺高了，市场上开始在炒他的东西，他忽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新北京这个空间里头，就像刚才大家看见的，画了几个十个人啊，请来十个北京的高中生，男男女女，就站在他面前一个一个画完，然后策划人呢是尹奇南，然后刚才有一个人站在后面是阿成全程录像这个过程。展了一个月以后，刘晓东就拿了两大刀子白漆跑过去，亲自把这十张画全部都抹掉，就没有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知道，现在不是了，就是前一两年中国的艺术市场是非常疯狂的上涨，每一个收藏家看到画等于就看到钱，他现在花了这么多钱出来，然后当地里面把它全都涂掉，就你没法买这种画，也没法再拿去卖，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自己也后悔了，因为当时人家中途是有人出150万美元要拿下，把墙给移走，上了这个上当，涂完了也来不及算。2007年去日本画人体验，也就是后来取名叫樱花树下。日本不太允许在户外画人体，所以我这张画在户外画风景，室内画人。我本来想找一个按传说都是小处女的身上吃这个画，想找个小姑娘，结果这个策划人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他说你不画我这工作你就进，你一定要去，对，只能画他。画完他后来告诉我，他回去哭了两个晚上，为什么？他说他感到很难受。画完人体验，我就去画温泉，走访了很多有温泉的地方。当时想在户外直接写成画温泉，后来发现做模特不行，他躺在温泉里待会儿会泡晕倒了，温泉热。于是后来我还是改成画室内。那么2007年从5月份从日本回来，大概7、8月份吧，又去德里发起来，选了一个戈壁滩，我在那儿照了一个世界上最牛逼的画室。比鸟巢好，鸟巢太没人性了。我这三步骤用完了就拆走，一点不破坏环境。两个丈夫青年在隔壁班上写着一篇课程，后面是化工厂。我跟丈夫说，你长得真棒，像一匹马一样。他很不高兴，他觉得人不能这样。但我来说，长得像马一样就帅。他们希望长得像港台明星。他平时喜欢唱歌，每天在大街上拿着西装就准备到哪个酒吧去唱歌。后来我认识这两个青年，一个是书记的儿子，一个是队长的儿子。
张反街之花，特别喜欢唱老黑。曲名叫《青藏黑》，本来画之前我想象中是我在青海的山尖上，山上画一到两个青年牵着马，下面是攀岩的铁路，可是那山上不去太高，而且上面的风太大，根本没法注意，就是说想象和现实生活总是有差距。画完这个吊身就去玉树，海拔4000到5000米的玉树画天障，天障的对面也要变成飞机场。画之前先拜访活佛，因为我也不知道哪天死，所以在活佛家里很庙里就等，一天早上就来了。活佛的弟弟秃鹫找老师在天空中，因为那个巴士里的车很远过了，谁也没发现，天上的秃鹫就发现了。秃鹫都从对面的山上飞过来，平时看不见，那对面的远远的山里，那车从很远过了，他就开始往天上。这个饲料包就是尸体吧，尸体把婴儿撞那个洞口啊，全是。秃鹫在边上等着。亲属，女的是不能上天上的，男的基本上是维持这个秃鹫的秩序，要不秃鹫会抢。年轻的吧，他们就，我看他们吃的非常快，半个小时吃的就剩骷髅，然后那个喇嘛就拿斧头再把骷髅砸碎，再喂给那些秃鹫。喇嘛也不戴手套，经常把手都好。一拍照的时候，喇嘛就走过来，离你特近，脸上全是肉渣。他那种仪式我非常喜欢，就是说，人其实死了什么都不是，你还不如把尸体给一些更需要的婴儿。他是完成了一个食物链的一个自然过程。本来也想在现场画，但是后来那个鸟不像人那么听话，老飞，画不好，就拍好多照片到那个山下的小旅馆里画。然后画了也请那个活佛的弟弟来看，活佛那天没来，派他弟弟来，他弟弟挺满意的，说你画的挺好。当地的请武警帮我把画运走。3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西藏去的时候，有那么七八位藏族的学员跟我一块儿画油画，差不多他们都是党员。然后我说：“你们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他说：“当然天葬。”这是很有意思，我当时很不能相信这件事情。他们现在很应该年纪也蛮大，没有五六十岁了。2007年年底去台湾，2008年年初，也就是春节的时候去罗马，有一点像最后的晚餐，但是我是完全中国人的经验，什么掺不掺的，
我就说我是要吃什么，吃他就吃。其实这个晚餐吃没关系，是一个有点很神圣的，就是反正吃完了再说。然后晚上最早的人发了一些暗含着一种深刻，就是说上帝没死，但是老了。那帮人春节发那个，再放一个，我没看过这张画。大家如果稍微熟悉一点所谓文艺复兴的图式，应该记得在文艺复兴的很多画里面都有这个晚餐这幅画。如果你到佛罗伦萨或者罗马，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画家画过这个晚餐。我们在世界美术史上经常只看到一两件，比方达芬奇画的最有名的，事实上有至少有一两百张最后的晚餐，大致都是一个长的桌面铺着白桌布，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坐在那。小东这张就是这个图式回应的文艺复兴的那个老的图式，但是他很大胆的画出了对这种文化的误读。他的知识真的很少，而且是素的。我以为吃嘛，那肯定是好画，那个大猪跑那种都好画。后来人家美术馆那边来一个保安，说基督教不吃猪肉，吃鱼。然后就换成鱼，是他老有一个小骨头。那这里头是。整长有多长？10米，10米，长2.6米，高2.6米，长10米。你看他那个上头一点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他要趴在地上画，而且又那么大，走过来这么就这样画，所以一个固定的调色板不能满足他的，就不够用，所以他直接把颜料挤在画布上，然后就在上头线条，调完了以后直接就在上头画。有的时候画局部的时候也是立起来，画大关系的时候，他有时候你让他画不下去，如果会晕倒。那么也是这个去年的这个季节吧，大概是秋天去五一左右，去波士，美国波士，画了一帮波士的高中生。这也是中国经验和美国经验的到时候都会交锋，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老听说美国校园暴力，开枪啊，杀人啊，我说要画你们这个校园暴力，结果招到这一高中生的一致反对。那一个外国人来管我们不闲事儿，这种意思啊，人家说话我们不听啊，黑人也不让画，那你们一画黑人把我画得像猴子。我为什么要画这个？那波士顿美术馆。2010年要办一个展览，他们馆藏很多中国的古代的绘画，他们希望请几个人呢，根据这古代绘画能不能发挥出新的创意。我就从元代的一张叫《收山童》的绘画里，稍稍的找点事儿的时候，我就说，那是在山里捉鬼的故事，元代的绘画，我就请到画校园暴力。后来我是怎么说服这些高中生呢？他们天天开会在讨论这问题。允许不允许我画呀？这个肖像权问题啊，是你画我，我是代表暴力的，还是怎么样？他会这么想，你画我，那我就是暴力的化身了。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不是吧？我说哎，我说你们应该是暴力的阐释者，你们可以对暴力的意见写着点话。哎，他们现在开心了，好，那就允许你画。画了一张纸上，那这张纸上呢，有当然有正装，他们来好多人，你们有志愿者有30-50一团人，我从里大概挑了一下，就是中国经验，觉得美国人有白人、黑人、黄种人，我就没有人挑了他。要完等一下再讲，我先讲讲他们那个写那个字来。要翻译过来，你能发现高中生是最直接的一种发言的人。你看，真的有个白人小男孩，特别白人至上的观点，他就说暴力的起源就是因为民主混杂在一个校园里，
如果这个校园里全是白人，没有报，他们发言一点都不会。然后黑人呢，有的时候当然有报应了，我的哥哥就是死在街上，很多争论非常有意思，你把那个意见直接写到我的画，不太理会，一到成年人就会理会啊，但是他们很自信。回到北京啊，很多站在去的之前不语，就是4月20号，去年的4月20号，用了3天时间画了一幅丝绸，在北京郊区。编辑也看到我九2000年的时候有一张画画的丝绸，那是根据照片画的。我想再根据现场再画一张，试试有什么不同。因为好多人会问我，照片和绘画有什么不同？陈老师，待会儿你一定要解释。我解释不清，我画一张，我试试到底有什么不同。不是，你还画什么画？你拍个照片就完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如何在理论上阐述，所以我是一个画家，我用实践去准备。那么2008年的暑假，我又返回意大利的拿破里画垃圾堆，我觉得我吃完了那碗，再画吃完剩的。但是不是吃剩的垃圾，是睡剩的垃圾，睡觉剩的床啊、椅子、工业垃圾。那时候拿破里垃圾，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满街都是垃圾。后来我也能理解，因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是个人的，这个垃圾埋在谁家的下面，谁都不想干，所以只能放在大街。不像我们可能就是这公园下面全是垃圾，因为国家是土地是国家，想埋哪儿就埋哪儿。起个名字叫上好，放画儿准备装几个大炮。画完这个马上要去天水，2008年我很忙。天水号称从秦始皇时代就留下的罗马市场，买卖罗马牛这样的一个市场。画完超级工业社会以后，渴望画超级农业社会，就像画完男人渴望画女人，对我都是这种反过来的。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他们棒球也好，因为大街上天天就玩，你看拿一个那个三百盘的盖当垒球，那是像维拉斯蒂斯画，这个大概不是大概搞不清楚，改变改变。这去一个很简单的，很普通的一个古老的家。这家庭小伙子有哥们儿，他们四个，其中一个人是他们家，人是黑人啊。其他是他哥们儿，平时天天唱歌，是个小乐队，特酷。但是乐队的名字叫《哈瓦那王子》，后边一个录音机放着伴奏乐，他们在唱。有的时候还来老师帮他们指导。那我在客厅就画了他们四个，这是他们家客厅。阿曼杜和他朋友，阿曼杜就是黑人小伙子的名字，阿曼杜。然后我才发现他们家有华人血统，他的爷爷，这小孩的爷爷是中国人，长得特别像姚金刚，他爷爷有点黑，有点黑，但是一看是华人。但到他那一代又回到就是黑人的颜色体非常重，黄人一到那就没你看这是他们家家庭照片，正中间就是他爷爷，然后也行，脑门上画十字的，我以为什么都是去世的，家里人谁死了就在脑门上画的照片，在脑门上画了十字，那是他们亲口。那么在厨房里，我就画了阿曼杜这小伙子的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妹妹不愿意让我画哭，送她可乐的巧克力，怎么哄哄不好，这是不是这画过去从来没看过他们家一起出来吃过饭，因为家锅很小，谁饿了自己的煎一块东西吃，倒一块饭，然后在小铁锅里头弄点吃。再画完他双眼角，转出跟家人都去了。第三张就是尿不湿，画了一个后来街上有这个女孩的照片，很漂亮的一个黑人，叼着烟给我说按摩。给我拍照，这是在另外一个人家画的我画嘛，就是他们的行李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挂着墙上了，那箱，那我给画到墙上变成一个带花的形象。那你画完这女孩就让我要这个箱子，我说你这个箱子特别好，能给我？还在画完展览，能看得清楚点吗？哎。上面的字儿都是这个女孩写的，叫裸体的黑马。你看我们是不是看一下哈瓦那这个短短的纪录片，你们也能够了解一下古巴是什么样子。等看完了把这个剧组人员介绍给大家，大概25分钟左右。
Yo me encanta muchos lugares. Mira, aquí por muchos lugares. I love places here in Cuba. Aquí muchos lugares. Sugarcane, and here is a lot of places with sugarcane. Parece ser que es así. It'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me. Yeah. You are looking for a little. Thank you.
我在这儿我有允许
想说的、想提问的，借这机会多问问陈老师。刚才和侯伟想问的一个问题。所以下一个环节是不是学生会？大家有什么话要说？看了他的从1988年到现在的话，有什么话要说吗？他的话和这些电影都在让你表达，让你尽情的去看，然后说出来。有没有同学看了这些话想说话？说。就是首先，我就看了刘老师的话，有个很深的触动，就是说我感觉他的话真的就是那个现实，就是给他注重的那个面，就是那种很焦躁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他都是在关注那一个面，不过他不管他到哪个国家，都在关注那一方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刘老师关注这方面是有。是从自己特身的经历出发呢，还是觉得这方面有什么更深的意义你要表达呢？因为我觉得像南方，像中国有一些很秀丽的城市，那些江南城市它也很美丽，为什么你不画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问你的陈老师。刘老师。因为首先吧，画画的心理是挺奇怪的。绘画能发展到今天以后，他的心里不是在赞美一种，或者是一种美啊，一种漂亮，因为他已经足够漂亮，用不着再去画。所以现在在今年的社会，成为一个风景画家是最难的，因为这个风景都经过人家修理，像公园里你很难画。那么呢，其实绘画还有一种力量的产生。也许产生于内心的一种抱怨、不满，或者某种情绪勾引你想表达。当你什么时候最愿意表达的，肯定是你过得不舒服的时候愿意表达。别人很舒服，他都不舒服。但是这个艺术，它其实是一种人生的表达，而不是仅仅的去描绘美丽的事。我想的是。哎，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来说。刘老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好像从88年到现在，好像有一个趋势是画幅越来越大了，是这样的吗？实力越来越腐败，画幅大，野心大，画幅也大，因为你到户外画画。再画一个小的，有一点像印象派时期，它是很短的时间内把光线捕捉到了就结束了。但我画大的，我总觉得有一种被包住的感觉，有一点身临其境的味道。如果小了，这方面的愿望达不到，而且很奇怪，也是野心大了一点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点困惑，就是关于写生，然后就是照相还是画画这些东西。就是看您刚才画那个日本那幅画的时候，您说那个人必须在里面画他的那个人体，然后在外面画风景嘛。对。就很奇怪，为什么在好像在外面画风景的时候，您还是做了一些人形的那个纸板，您放在那儿。没有，画的时候就把人的位置留出来了。人没有的位置我就画风景，然后把这画风景画完以后，挪到屋里去画这些人。就想问您说，为什么一定好像就写生这个东西给了您一种限制，好像您必须要把人给遮住，然后再画后面的。就是我是想问，就是写生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您来说是一种限制，就非要把这个实物也摆成那样？也没有，写生倒是一种很奢侈的，因为你面对面，然后也不要太追究每一笔都是面对面的，这里有很多游戏，就是我可以在户外画，也可以在室内画，就是我不是科学家，没那么严谨，因地制宜，当时什么样的条件也就利用这个条件尽量的发挥好一点。找不下会说件事，就看您这些作品，我就想问您，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个里面的作品当中？因为我们看到您，画了很多，就是说是您身外的人和事，
就是说看这个曲子中间的小心线很苦，但是我觉得在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啊，我似乎还能感觉到其实您是处于一种旁观者的这种角色，其实陈老师刚才是觉得他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您画的时候您身外的这些人风物，您觉得您跟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您的笔触是不是真的表达了某种精神上的光环，就是说就是确实的一种就是说这种人文关照，应该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像陈老师那个在画那些董富阳的经典，说烧老虎，其实也变成一种文化，也就是说如果为了某种真的以前是一种我们很多的假大空的这种，它可以是一种文化的不断的拿来，所以呢你就是说你怎么样看你自己的这种学生，尤其是心理这个我选择在什么地方画，这就已经代表了我的人文立场，比如我选择三峡，选择七彩青藏铁路，我选择我们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啊，无论谁都没有错，它都代表了我一种人文关怀，到这为止，现在是完成普通的被画的人发现啊，你得给人钱，片子没钱没钱是不让画，所以这个心态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把它赶快画下来，我选择完以后尽量完成被画下来，然后就结束了，我回的也一笔也不够，因为在现场完成什么样就是什么。这个有一点我想象，最近我理一点思路啊，我画画没有太多思路，最近稍稍理一点思路，就是说油画传到中国一百年的历史，我能不能从这一百年里理出一点点金，理出了一点点的吸收的东西，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啊，它是不是也有好的东西，你要去理性的分析，比如艺术要求深入生活，表达的要有血有肉，我觉得从艺术来讲这是正确的，于是我真的也是失去深入生活，面对他们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有血有肉，但是我呢也是被这些艺术家的现场作品感染，比如老艺术家的一张速写啊，一个小水彩画会感染，可是他们等他们把这些深入生活的东西拿到他们工作室去完成一张力作的时候，这张作品往往对我没有感动，就是他在完成一个很有目的的一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艺术上失效了，我呢我希望这个好的东西能够再推到极致，也就是简单讲，我到现场画一张大书写，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我就再不管啊，不知道解释什么。那个我想听刚才刘老师问陈老师那个问题，就是再引申一下，就是您就怎么看待这个绘画和摄影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摄影是一种，就是说完全意义上的写实的话，那么现在有了这种数码照片处理技术之后，然后人们也可以将这种完全写实的摄影照片加里面，在里面加入自己的情感。然后您又在这种处理过的照片和绘画之间是怎么就是比较这两者的关系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问刘老师，就是我看到您作画之前经常会就是说，或者说条件限制原因会先摄影。那您自己是否觉得自己拍出来的东西无法就体现出或者说表达出您想表达的东西，所以要又再用重新用画笔把这一幕呈现出来？这个绘画跟摄影啊，它有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会拍照的人和一个会画画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会看的人。但此后的区别就出现了，画画是用手画的，照相机是机器，然后手是被眼睛的，眼睛在这儿，然后你看着你画下来，那么这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啊绘画早，在所有文明里面，绘画都比文字还要早，这是人类好几千年的一个本能，我看着我要画下来，然后我再看我画。但摄影不一样，摄影机等你拿到的时候，它已经有一个镜头在那儿，镜头已经是个眼睛，你可以通过你的眼睛去把这个你看到的所有录像拍下来，然后你得到一张照片。
但是这是在你看到的对象当中有个中介物，这个中介物是机械，它也是双镜头或者是平镜或者是广角镜，不管怎么样，它想模拟眼睛的功能，但是它是一个机器，到目前还没有一种照相机能够跟你眼睛看的是一样。我现在坐在这儿，我余光可以看到这边和这边的学生，可是我除非用很厉害的广角镜才能把这个场面全部拍下来啊，但是它就会扭曲，印出来以后就变成一个非常广角的一个镜头，很不舒服，跟我直接用眼睛看到是不一样的。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一张照片和一幅画的区别在这儿，但是从这个区别开始，无数区别就开始了，就是手是有温度的，有性格的，有选择的，同时有局限的。你们看到小东刚才在画面上，他有很多地方就没有再去画，因为他的画在2003年以来直接到现场去画，使他的画有一大部分跟身体有关系，他不再是画室里的画。画室里的话试图让一切在你的控制当中啊，再大的画也在控制当中，可是你到现场去画，情况不一样，天气啊，这个光线，然后种种条件的起风了啊，像草原上画的时候啊，还有周围人来人往，种种这些，他每一次当场写生变成一个搏斗，所以他其实在画面上留下的不完全是他在画这幅画，而是他在跟画这幅画时候所有情况搏斗的一个总和，这么一个痕迹留在上面，他的身体的心情的和那一天下午那几个钟头里头的所有状况都留下来，所以他的画非常非常生动。我不知道美术史上有没有过其他的画家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直接到那个现场草原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家里面，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当场把这幅画画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体力劳动，是一个怎么说，是各种讯息的一个高度抢救综合的一个状况，它已经超越我们一般对写生的一个理解。可是摄影不是这样，摄影完成这一切就摁下去就可以了，但我一点不是说摄影要比画画容易。我们可以知道最重要的世界著名的摄影也是拿性命换来的啊，也是几万张里难得有一张好的。在座每位同学可能不一定会画画，但你们一定会拍照，你们身边都有很多照片，但是很少有人会成为摄影家，尤其成为优秀摄影家啊。所以这又回到摄影和绘画的一个归结，就是你会不会看啊，同时你想不想看。我刚才听了诸位同学的话题，我也看了同学壁上的条子，因为我据说这里是北大，我希望在北大有更精彩一点的话语出现啊，就是你们放弃理论，放弃你们平常被教育的那些东西，你们刚才密集的在半个多小时里看了韦小东这么多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破口而出直截了当的话都说出来啊。绘画不要求那么多理论，绘画要求就是他把这个现实扔给你看啊，就是你看见什么没有，你有什么感觉啊，你很厌恶吗，或者你很兴奋吗啊，或者你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希望在这儿听到啊。我结束，不然多起来了，应该先让谁来。之前看你的画的一个发展，就是开始就画你周围认识人或者是身边很熟悉的环境，然后到后来慢慢你就开始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开始进行绘画，然后我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里面你是否有一种在刻意的去追求，因为虽然所有东西都是你看见了然后画下来，但是我觉得动机是否有不一样，就是你到世界各地然后去画这个，就想了解你就是你的一种或者是你前后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可能跟年龄增长正好成正比，年龄小的人不太爱看报纸，年龄大的人没事就看个报纸，看个新闻，莫名其妙的一种变化。我真的记得，我要像你们年轻的时候，除了要考试，我还要看个报纸，或者关于什么时事的，要自己出一愿望，我就看个八卦就。那到我们年龄，没事就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什么都莫名其妙的关系。我是被你
年龄牵制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个原因，艺术商业化，你再画你的朋友是给别人不好意思。你说你画完这画要真的变成钱了，你就跟他分钱呢，还要给他买断呢，这个事情很难处理。不要因为艺术影响我们的朋友关系。苗总啊，就是您画的那个现实主义绘画被您有所接受，但是您知道，在现在中国电影呢，比如说贾樟柯、王小帅、张元等很多现实主义的电影是不容易被您所接受。请问两位对这个什么他的画不容易？我的画被主流接受啊？被主流的指的主流是谁？啊，被媒体接受了。被哪个媒体接受？但是，假如说王小帅，像这样很多电影都是被禁播啊。请问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这个其实电影的市场跟绘画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电影它会管得厉害一点，因为它是最大数量的受众，很难说一个画展会有，比方说几万人以上去看，不太可能的。可是一个电影，哪怕在票房比较差的情况下，也会有很多人去看。主要是电影归中学部门，绘画归文化部门，中学部比文化部厉害。中学部部长比文化部差。换句话说，在座的同学哪天的十年以后、二十年后，在中宣部做领导或者做一个部员，你们可能会知道，你们会格外去注意电影，不太会注意这样的。算了，就让他发表。来，还有没有其他？能不能来点生猛的话？这小东给我们这么生猛的这个图像，对吧？我其实听你们的这个话，我第一次真心的扑哧一下的笑了。是在于刚才所说的，我把这样的一个耶稣位置留给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我想让人们知道，耶稣还活着，只是他老了。我可以看得出来，你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其中都充满了这样子对前人之作的一种模仿。而在这样的一种模仿中，你又刻意地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改变。我想知道，在这样的一种相同与不同之中，您是否有刻意地去注入自己的这样子有寓意，或者自己的这样子一种思考？在这背后，您的一种心态是揶揄的、戏谑的、创新的，或者是颠覆的，是伤和探索的探索，带着您这样的一种行为，这样子的人也没有人。幽默，你想忽悠一下，就像我忽悠那个黑的女流体似的。我知道这也是西班牙最有词，我想把你那个黑女人画得像白人皇后一样的，那现在同意了。有时改变一下方式，很容易被现代人想现代人的问题和现代人的。你要不改变，现代人和当代的重点确实有很大的距离。拉不近你的距离，这个现代人产生寿命对于现代人来讲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尽量跟现代人拉近点距离。我想知道你们现在是两位画家哈，你们俩是两位画家，你们是用你们的画进行表达，是不是？就是你们，而且我就我看你们的画感觉对现实，就是对现实的参与很强。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停止这种表达，你们能够就是继续的活下去，你能够活下去。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跟绘画上有什么关系？都是很理论的问题，来，你来说说看，不让你画画，你怎么活下去？我现在慢慢适应着不画画能不能活下去，现在画的也少了，每年画几个项目出去，看着挺多，其实就几张。因为你干惯了一件工作，你突然不干，不适应。
现在一个人60岁干的身体好好，突然让宣布他退休挺难受的，但适应适应可能有新的天地。我还是就是画画就是一个惯性的工作，它也是我对这个世界表达的一个方式。除了这个方式，我还没有寻找到我更合适于我的表达方式。我不像陈老师，他除了画画还能写字儿啊，我不行啊，我一写写两字就写不了，第三个字怎么写跟上面写的一样，我就很难变。但是绘画我能够掌握一种既有变化又有贯通的一种方式。如果你能够用图片表达的话，你就会不会你会画你看了这些话你怎么想，你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你们可以分析的，就是你们都两个油画，你们是油画，油画的这个方式最现实，就是更现实的一个肯定。你不要去管他，如果我们俩今天不来，你在一个场合看到这些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吗？不会，我以前就知道了。啊，没有话讲。我想问一下，作为你们两个人，如果现在停止这种艺术生涯的话，你们会不会有种很痛苦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们追求的是画画是要追求一种现实吗？就是说，我看了我不太懂绘画，但是我看了画面上的人的表情都很僵硬。就是说，可能我习惯看了电视，喜欢看了照片，我觉得，在你有在瞬间抓住的影像是更自然的表现，而在你的画作里是不自然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画泰国女郎的那个画，就是说，我想说，你是想追求这种现实的，还是就是说，即使你可以让他们你在长时间的摆一个造型，然后你这么画出来这种效果，你可以让他们满意呢？你们到底追求哪种效果？画画对于画家来讲，画一切东西跟画一个苹果是一个信息。我画一个女儿体，绝对没有比画一个苹果更近。绘画的对象对于我来讲都是记录。我选择的地方只是一个社会或者政治的立场、人文的立场。当我拿起笔的时候，它是个记录，所以它的喜怒哀乐与我无关。我非常冷静地画，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画完了，然后突然意识到，哎，他的快乐没画出来，但是不是归我管的范围，这应该交给剧本啊，交给文学去描绘他的什么内心啊，他的社会观念。绘画就是记录。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太荒唐不好？你说的最后这位同事。能听见我声音吗？能听见，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人的所有作品中最感动自己的是哪一幅？为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引起观众共鸣？人家会在哪里？最喜欢的作品，因为这里面真的涉及很多很多复杂的，我没这么傻，永远不会说成这个话。说句套话，我期待下一张是最好的。然后为什么这么贵？这是金融的领域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北大金融系的学生应该能解释，就是说一个东西为什么值这些钱。这是个金融的产品，他离开我的工作室就有画廊去经营，然后他就变成另外一件东西。这很抽象，金融系的学生一定会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高，我也不知道，反正到我手从来没到过这么高，到我手前就那点钱。我是按章办事，就是我的画交给画廊经营，画廊卖了给我一半，然后收藏家再拿这张照片通过他的关系再卖给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更多的钱再拿到拍卖行去，他们有更多的钱还愿意更高的价格，这是完全进入了一种金融运作体系。我就是祝福他。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你刚才看了他那么多画，你觉得哪张有意思？第一幅，就王小帅的抽烟，为什么？你喜欢这张画，真的是因为这个吗？啊，除了这个之后的问题，刚才是那个问题是，因为咱们看了一些画以后，就说你在画廊里看，如果今天是一个像那个刘老师那样来的话，你有感想？嗯。当时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就想着说，如果我在一个画廊看到这些所有画，底下没有写的小中几年几月几日的话，我会认为他是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一个大四、一个大三的人创作的。那我没有写小中。明白，谢谢。他比我跟青春离得很近。画了四十多岁了，画得像大三学生，特别高兴。刚才说，在您心中，你觉得最喜欢的画家首推是吴冠中老师。我想问的是，你个人觉得是吴冠中老师哪些处就是？张老师，我说过这话吗？你把我和刘小刚混淆了吗？这可能是你十几年前的看法，每个画家看法会变化。我觉得刚才看完这些话，其实我一直也是这样感觉，就是跟你绘画和其他一些，当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一种在理解那种感觉，它可能其他东西都不会影响，包括文化当中的语言啊，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就是文化当中那种在场的感觉。我想问的是，如果作为一个画家的话，可能让自己最大限度的保持这样一种创作感。或者说，另外的就是，如果这些画让我看的话，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它略显天才，如果你能够用更鲜亮的颜色，就是他画画累多了，他要回答。画画就比颜色再亮。他可能今天对大家今天是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下看这些影像，影像本来就不是原作，原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来，这位同学举了好久啊，你说。就是，我想就是我没有听对啊，你给我科普一下好吗？你刚刚同学问的问题我听懂啊，我也不太听得懂。就是说，你是画家，然后可能对诗歌之类也有了解吧。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这个表达，就是这些东西要表达吗？就是表达到底什么意思？我早上看书啊，或者听同学问的时候，我不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正在表达。对，我的意思就是，这种表达，真正的东西表达，或者就是真的很正经的东西要把表达吗？或者是说，这个表达到底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不太相干的问题啊，就是说。等会儿，您是哪个专业的？哲学系。哲学系。OK， 下一个问题就是。没事。跟你的就是经历有关吧，就是向那个长者借鉴一下这个人经验，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上学上两年，然后出去玩两年，然后再回来上好吗？就是说，你今天晚上回来问题以后，这个。学校的教育的弊端有什么？在我来说，上不上学都无所谓。他说就没有中学都没有上过啊，我也中学，我也没有上过大学啊。当然，我这么说是很片面的一个经验，但是对画画的来说，真的上不上学。不重要。刘晓东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例外，他一辈子在中央美院，他十七八岁到中央美院，到现在没有离开过。他是从身份上来说，他是一个铁杆的一个学院派，可是他的画是最不学院派，在所有学校里，我找不到一个相似的例子都没有，就这么生猛，这么难
潜移琢磨，这么跟着感觉走，啊，这么充满生机和力量，啊，这个是学院艺术绝对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在中央美术学院非常奇怪的东西，啊。老师，老师，我应该啊。我为什么对话就是说我不了解，所以我问这个问题。我也不了解，我今天第一次看的是。我对话和专业什么这方面就是不是很专业。可是看我刮你就说，我是老师啊，老师怎么怎么长北这边就不让去，那不让去。可是那现在经济萧条，你跟你们关系没有关系。你有什么想说的？都想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是不是这样？不是。那你再认识。我想说的是你看出出来像那你的动作不在那需要担忧的花不花这个钱，他不需要。我想说，你不是为了钱，就真正喜欢。就是说，生活无所不可，你不是那种人。哦。就是你有什么想说的？啊。我哥们说你跟生活有点隔离，这样子哪位同学愿意回答他的话？我非常恳求哪位同学愿意回答他，谢谢。谢谢你，同意吗？完全不隔离生活。他很难隔离生活，他如果高三生了，他马上就要考试，考试就是他的生活。像我的问题像，就现在我是在教我学校的医生保健系保送回家的系，这样我会考的挺多的。像我看我看我校长，我校长过两天就会来北京。送这些系什么各种班的，我现我是我被准备一些系统。那我会考虑很多，我今天考虑是我本年没政治不想我不修我的，那就完了。我现在顺着他们过来准备一些系统。我们说的简洁一点，所以说我考虑很多。说的就是这个。
不服你就跟他说啊，不能越画越好啊。老师，我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观点，就是好像是您提的，老师会想，我只记观点，大家记住，你好像提出一个观点叫上帝死了，道还在。没有，我说不了这么深刻的话，这么酸的话我说不出来。上帝死的是尼采说的，100多年前说的，我可不敢。刚才我说那话，我就是尼采的话，我也幽默了一下，没太认真。我就说上帝没死，但是我忘了。尼采，我也不会说道还在，我完全看不懂老子的，我要靠白话注释才能看懂老子。我完全不懂道家，我不敢说那样。咱们简洁一点，时间不多了啊。我看了范德登的那个画嘛，然后他说，艺术是技术与思想的一个完美结合。所以说，他所表达的是一个人文的东西，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对全球的或者是对社会的共振性的全球的。那个，然后我再问一个，就是说你的问号在哪里？你的问号在哪里？你要问什么问号？我要问的就是，他这方面的观点我也很认同，但是就是说技术的这种结合，我觉得。那是摄影师
和绘画的区别。绘画里面你的一个表情是看一两千次以后综合起来的一个表情，摄影是那125分之1秒或者60分之1秒是一个瞬间啊。但是摄影是证据，大家都会相信证据。你看这个人这么凶，啊，你也赖不掉。我是有过这么一个瞬间，那刘晓东也正好有过这么一个瞬间啊。说，我跟你说，我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人会比刘晓东还要强。因为我也是看了他将近20年，他才变成今天的刘晓东。我也想不出，当初认识他的时候，我不会想到他20年以后会走得这么远。啊，所以我今天看到一个17、18岁的孩子，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这个考试制度，因为考试制度它总是假定你必须多少分你才可以进来，可一个人未来是不可知的，也许他将来跳楼自杀，也许他将来变成大师，你没有办法知道，但是你要给他权利，让他进来上学受教育，就是这样。三是您去思考这幅画的作者的感觉，第三种您更偏向于哪种？我没有想这么多，一个年轻的17、18岁的孩子来考，我不会想，我只知道他们被拒绝。那如果是一幅您会名家的画，您最喜欢是哪一方面呢？或者您欣赏的作品中是？所以这就是我想问大家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跟刘晓东提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画？你为什么不那样画？但我非常想知道，你们看了半个钟头的画，这么多画面，你们没有什么要说的吗？你们没有感到什么吗？有些同学说了啊，我想说啊，哎，你想说？说那个，我觉得就是刘老师在画《动物修补吧》就是一段片子。他在画画的时候，他一直在捕捉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他绝对会动手去画。我就看到他心里边肯定要表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想让刘老师给我说一下他对人生的看法。他自己人生是很理解，但是以后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他应该是什么目标？在年龄层次上。人生就是麻烦，活得越长麻烦越多，为了躲离麻烦你不想那跑别人躲一躲，画画也是在平衡自己的人生，你老是一人待多了全是麻烦，你离开了这也就离开了，啥事没发生，跟看报纸一样，这报纸当天你不看，第二天的这个心情对你没有意义，对人生你知道这个道理，越活越麻烦，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我想问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那个二位都是有
对下一代的影响特别大。比如说是不坚持自己不画什么，然后呢，因为我想知道让二位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油画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为什么当今的学生会，就我们这一代会可能发展转成油画这块，而不是国画呢？一下宣传专业。因为我喜欢国画，对吧？那你就选择国画。那然后我想着，在油画会的可能上有点高。是我知道国画也有。陈老师，啊，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到底想？啊，你不雷物呢？那个，你不是画画？什么？不是画画？啊，如果你想考国画系，国画系，就我只想问你，你想考哪个哪个专业？你如果真想去学，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其他的。大家对价格好像都非常关心，很可惜我们俩是其实是不应该回答这些问题的。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那个社会上卖个高价钱就要去问那个艺术家，再招人气我再看，这是一个商业的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一个我们不懂的一个行业。然后那个再看，是卖的人和买的人才能回答。我们是画的，不画的。家庭画家，就是
高兴，你高兴不高兴我也不知道。好，第二位蔡坤同学想发言，非常谢谢。这姑娘举了半天手，这一句话好不好？好，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些绘画还有情感跟关键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看待？这样我能不能略微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相信有一部分同学想知道这些话的目的和意义，我还是坚持这么认为，我听出来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是这位同学朋友让我所谓起一下嘛，告诉我为什么认为刘晓东的话这么好。此外大家同意这样的意见吗？就是也就是也想知道这个意思吗？还是有没有别的非常不同的意见可以告诉？对，洪老师，刚才您的预谋吧，听了这么半天，这不赶紧挺预谋的，你也谈一下吧。啊，我正在生皮炎，我生了一年的皮炎，这几天非常不好，然后昨天是睡得非常不好。因为刚才大家都没有对药物作用啊，大家都没有刚才问那个就是具体的块儿嘛，就是你对它有什么意义呢？我感觉挺头大，我感觉估计明显的也挺头大的，谈一下这个就好。什么？就刚才这个块儿本身。啊，大家都没有范儿，问那个范儿的本身吧。啊，我觉得是不是您就直接给我谈谈范儿本身得了，大家都没了。OK， 来，其他同学非常快说一下。我想问一下，如果特别没有一个这个摄影的团队或者一个团队去跟着你，你会一个人去画去这些地方去画画吗？我一个人去画没有帮手，我怎么做呢？可因为就像我，因为我也早上冒着雨，我也出来去画画，但是我并不需要有什么东西来记录，就是说我不需要我的这个艺术成为一个艺术事件。您认为这个您的这个需要进行这个艺术事件呢，帮助您这个艺术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吗？然后我代表这个清华大学欢迎陈老师和刘老师去清华做讲座。简单一句话，陈老师，就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刘老师画他人画到了小姐的屋子里，那您问他，我想问他一句，就是他认为画画的极限是哪里？有什么地方是他不能画的？还有就是他画槟榔女、泰国女，还有台湾，还有那个古巴的裸女，他的心情各种各样的不同。啊，陈老师，那我想问两个，一说这个刘晓东的画冷啊。您自己感觉您的画吗？很正吗？还行吧。那个人，那个女的评价的很中肯，就是我的画好像大三学生画，因为我认为大学三年级是一个人最有才气的。过去可以看着他是比你的画比大三，可是你等你走过人生，你知道大三是人生最高峰。那也就是说，你画王小帅的时候，那时候画是最猛的，是吗？后边的不是，他说现在也是像大三的。还有一个，现在至少还有十来位同学想说话，我就很为难，是一个一个问呢，这时间很快就过掉了。如果大家愿意给我一点时间，像刚才这个，我试着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刘晓东的话，但是我先要告诉大家这个感触，就是我今天在这儿，在北大和我在其他一些学校的经验，还是让我觉得，就今天的中国的绘画和艺术和大众和大学生和社会，还
还是有很多很多误区，非常困难来对话。光是这个礼堂里头，我觉得几乎我不知道小东怎么想，几乎我目前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我回答了什么，一定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认识和小东的这个实践，就这么一大段东西之间，这么一大块东西，和在座诸位平常对美术的一个认识，我不包括美术学院的学生啊，就其他专业或者其他不是画画的人，我觉得有蛮大蛮大一个鸿沟。这个鸿沟绝不是这诸位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而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化空间是很有问题的，很有问题的。就是王朔在2000年还是2001年写过一篇文章，当时美术界非常反感，还有人批判他，但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什么呢？他的题目很简单，说中国老百姓这一块没有美术。没有美术，我非常赞同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以我在比方说欧美看到的，在日本看到的，甚至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感受到的，美术和人民和大街上的人关系都可能比今天情况要好一点，可能都要好一点。但是要说清楚这个，可能又要花另外两个小时。我只能非常简略地告诉大家，今天的话题是所谓新现实主义的现实。那我刚才说的是一部分的现实，这部分现实说实话有点让诸位尴尬，也让我和刘晓东尴尬，就我们之间其实不太容易对话，不太容易的。你们未必满意我们的回答，我们也未必满意你们的问话。为什么呢？这真的不是咱们彼此的错，而是这种交流真的太少了，或者他没有一个过去的一个积累。忽然北大有一天晚上有两个人跑来扔出这么一大堆话，是蛮难接受的啊。他为什么买那么贵？为什么要跑到古巴去啊？他跟这个女模特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心情？种种各种思维就出来了。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在一个人文状况比较合理、比较正常的社会，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他会非常直接的批评你，但是一些常识问题他已经过了，然后他给你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要害的问题。我喜欢这种对话，在这种对话目前还不太可能，甚至在北大这样的地方。我非常不希望能够让在座的有识之士在下面听到这句话，能够很受很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对话。你有什么紧急的话说啊？说。我马上要散会了。啊。然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没事，我就是想你讲完话之后，然后我再。OK， 你呢？你有什么紧急的话要说？就是您希望我们提怎样的问题？我觉得看这些话就是一种感觉嘛。啊。就是为什么需要那种逻辑性的问题？一有问题就有目的性。问题是我遇到的都是逻辑性的问题，我没有遇到感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在问大家，注意到没有？你们看了这些，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我想说啊，就我看这块啊，啊，我感觉就是，首先那个都是画的人比较多，就是大部分都是人，画大部分都是人，我感觉刘老师画这画是，就让我感觉啊，就是他从来到今年嘛，他遇到而且呢，有一种，我就觉得有一种现场感，就是比如烧那个老鼠，还有看那个烧的那个鼠，这个都是大家平时我也常遇到的，你看到了，我去西藏，我有时候也听到的，但是呢，他就用他的这种，他的那种手艺给你展现出来，如果他认为他的画是他的特点，大家可能会。好，谢谢。这样，我还是非常简略的把我对新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包括刘晓东的话，大约说一下。我不敢说是启蒙，但是非常快的过一下，就是所谓现实主义这句话，是咱们建国以来文艺方针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毛泽东提出
就希望能够我们文艺家拿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而当时受到苏联的影响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以现实主义这几个字对我们这代人和小东这代人和我老师这代人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指明了我们的方向，这句话是按照这句话在培养所有美术院校，从1949年以后到差不多1990年代，所有美术学院都假定在培养一个画家，将来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但是悖论就是，我当初拿出西藏图画的时候，我有一句潜台词，就是我一直没有看到真正的绘画在反映我们的现实。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美展当中看不到任何真实啊，全是粉饰太平，全是工农兵，全是党的教条啊，所以我当时就拿出了西藏图画这样一幅画。而我拿出西藏图画一幅画，有一个人的一句话鼓励了我，他就叫库尔贝。库尔贝是法国19世纪中叶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法国美术史在17世纪到19世纪曾经是整个欧洲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他提成了四个阶段的艺术，一个是古典艺术啊，一个是现实主义艺术啊，浪漫主义艺术，再下一个就是现实主义艺术，再下一个就是印象主义艺术。那么这四个主义最后发散到全世界各国，都成为一个仿效的对象啊，大韦特的现实的这个新古典主义，然后德拉库洛瓦的浪漫主义，库尔贝的现实主义，还有印象派画家的这个印象主义。我告诉的这些都是常识，就如果我们对西方美术史和整个中国西化过程当中大约有个了解的话，跑不出这个范围啊。那么我刚才说了，这个我受到一个人一句话，就是库尔贝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只画我眼睛看见的东西，这句话变成现实主义，就英文里面叫 realism， 一个教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条。可是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为什么？因为在库尔贝以前的时代啊，库尔贝是19世纪初叶和中叶的人，在他的同时，在他之前，18、17、16、15、14、13、12世纪，整个欧洲的艺术是什么？就是宗教，就是神话，就是贵族啊，所以他不满足这样的画。他说我不要画耶稣，我不要画天使，我没有看到过天使啊，我也没有看到过圣玛利亚。所以他在当时做了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就是画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他的身后站着他的一个裸体的模特，然后他的旁边站满了当时法国文坛和艺坛的波德莱尔啊，还有其他一些诗人什么这些，就像刘晓东当年画他中央美院附中这些同学这样。所以所谓现实主义在19世纪1850年左右登场，登场以后遭到很多人的嘲笑，说他的画粗俗，说他的画不美，而他的画启示了一群年轻人，什么人呢？就是印象派画家，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一直到梵高、塞尚这些。那么此后美术史就一直往前走，到了20世纪就进入现代主义啊，那这都不去说它。那么到了我在1978年到80年在中央美院上学的时候，我就想做到库尔贝这句话，我不要再画工农兵，我不要再画这个欢乐的农民、欢乐的工人这种虚假的东西啊，或者党的第九大路线、第十大路线，我不要画这些，我只要画我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当时能够做到的一步只是在西藏，为什么？我有很多框框，条条框框，我喜欢欧洲绘画，喜欢俄罗斯绘画，我在汉族身上看不到。那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到了西藏，我就直接画我看到啊，画两个人在路上走，三个母亲坐在那儿喂奶啊，然后两个人在亲嘴，还有两个人就在那儿睡着了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批画为什么在当时的美术界能够引起关注，而且现在被戴了那么高的帽子，说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回归？其实非常简单，就从这套画开始，我们结束了文革的教条，结束了政治的教条，就在画里面画真实的东西，即便这个真实的东西非常微缩，非常局部，只是马路上的一男一女，只是三个母亲和三个小孩，再普通不过，可是它在美学上它起到一个作用啊，就是我们终于被允许画我眼睛看见的东西，就像100多年前库尔贝说的那样。此后我就走掉了，走掉以后其实我非常知道我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我没有完成。为什么？因为我并不了解西藏，我也不是西藏，我是一个上海人，我是一个知青，我是活在文革的一个青年。我既没有画上海，也没有画我的生活，也没有画我当时到过的这个其他地方，我没有画我村里的农民啊。所以这句话一直要到刘晓东开始，我就为什么会给他写信那么兴奋，我就发现比我年轻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开始堂而皇之非常坦然地画他和他的女朋友正在一个青春焦虑当中。我相信他和他的女朋友在太阳底下很焦灼，站在那堵墙上，在座大部分青年都有过，就是在二十岁上下，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可是一生的这个精力、生命、希望啊，不知道前途怎么样，可是已经有爱啊，很怕被拒绝，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他把这种状态画出来，他开始画有名有姓的人，开始坦然地画我们自己啊。这里面不牵涉到美的问题，因为美是一个传统的概念，是一个经典的概念，是一个被美术史锁定的一个概念。所以到印象派，尤其后印象派开始，他们想扭转这个美的概念。皮卡索在二十世纪初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打倒美啊，因为不打倒这个美，别的美出不来啊。因为那个时候西方进入民主时代，所谓民主，每个人都是美，每个事物都是美，二十四小时都是美，我们不要再给美下一个边保定义啊，这个时候才会有现代艺术，才会有那么多我们现在不明白的艺术。而这些艺术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古代做过的那个领域之外，我们找找看绘画也好，非绘画也好，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人类的感性经验里面还有多少领域我们没有发现，没有说出来啊。我们的经验绝不仅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艺术品，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经验没有说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十五年前第一次看到刘晓东的画会那么激动啊。那么此后他就走得很远，他第一个阶段很本能啊，我老婆啊，我的朋友啊，我的酒友啊，我的那个酒馆啊，我的爹，我的那条狗，他画的是这些。当时我就给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表达我们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在每个民族、每个文明，在文明转化过程当中，一定会走这一步，就是从神的、从权力的、从主流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挣脱出来，开始表达一个个人的真实。这所有文明都要经过这一条路啊。那么他走了关键这一步路，但下一个问题来，我说你画这么多，你的朋友在喝酒在玩，你为什么老要叫别人来看你在喝酒，看你在遛狗？他听明白了这句话，我觉得他听明白这句话，同时也是非常本能的，他开始眼睛看更不同的人。但是我远远没有想到，他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想真正要评论他，2003年以后，他跑到成都，跑到泰国，跑到意大利，跑到古巴。我想这样一本书去讲他在美术史上的意义，因为我不知道美术史有谁做过这个事情。但是他离开了画室，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离开了自己的人群，离开了自己的知识范围，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感知范围。他非常勇敢地进入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刚才那个同学说，你对他了解多少，你对他有多少感情？我马上给这个同学一句话，你了解你自己吗？我们未必了解我们自己，每位同学也未必了解你们的父母，了解你的老师，了解你现在正在热烈追求的那个女孩子、男孩子，不一定。人跟人了解是无穷困难、无穷复杂的一件事情。那么艺术家是做什么的？艺术家就是把这无数未知的经验用最生动、最直接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啊。我现在不知道有哪一位画家，无论他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还是以色列的还是印度的，他有这样一种勇气，带着他的画具，简直就是很勇敢地跑到任何他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说这堆垃圾我要画下来啊，然后这个家，这几口子在厨房里我要画下来啊。他其实对生活充满热情，一种近乎神经质的一种热情，一种动物性的一种热情。而这种热情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但是教育和体制和社会和种种障碍
在压抑我们的表达。我们每天早上醒过来的那一瞬，其实跟婴儿一样，但是真正醒过来了，我们立刻被我们所有教育的东西提醒，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但我不能做那件事。我们所有所有的人都被体制，或者资本主义体制，或者社会主义体制，或者种种种种体制，就把我们天性里面非常非常可贵的，就像小孩一样的那种到处看到处感受啊，这么一种天性被压抑了。那么没有办法，社会本身就是秩序，但为什么要有艺术家，为什么要有刘晓东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可能暂时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到泰国去，为什么要到古巴去，去了又怎么样，你画了这批东西又怎么样。哎，我也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经常提醒自己，艺术家就是在寻找一种可能性，人性经验的可能性，然后把这个可能性扔给大家。所以我一直在问你们感到什么没有，这就是我要说的话。那我们也希望刘晓东老师今后能够画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来，也希望